哇，现在是早上3点了，不动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患有失眠症。OK，那这个再 record 一下啊。昨晚上看 Netflix 看不到啊，但是有 YouTube 啊，电视全部都收到，说看不到 Netflix。有没有种可能哦？YouTube 收不到，没有 Netflix，是没有还钱是吧？不是说 subscribe，Netflix 是 subscribe 哦。但是我这个 modem 是这样闪吗？啊，那不是讲 Maxis，什么 uplink？不是 uplink，哦，sorry，TP-Link，Maxis，等等啊，一个到站，一二，从左到右，第一站 power，第二站。工作没有灯，没有第二层，第二个原本都是没有的。第三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第五个，这个不懂什么来的。第六个，七个，八。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收到 YouTube 吗？就是没有 Netflix。下面这个又是什么？看清楚了。这个叫做。有点看我 focus，对啊，也是很多闪啊。第一盏灯没有闪，第二盏 blinking slow，第三盏没有照，第四盏没有照，第五盏没有照，第六盏 blinking fast。这个 blinking slow，blinking fast，接下来没有着，没有着，这个是 light up，没有 blinking，light up，然后是 TM 的 logo，OK。这种情况之下，YouTube 没问题，收不到 Netflix，为什么呢？我初步是认为没有给钱，Netflix 要 subscribe 哦，你要付钱哦，你没有付钱，那就掉你咯，YouTube 没有吗？